咁今次整呢一個就係西嶺雞啦。咁佢係選用咗呢個中國清遠嘅走地雞，同埋佢係選用咗呢一個明代復古嘅瓷器，有隻雞喺度嘅，同埋檸檬都係紐西蘭嗰邊新奇士4958啊，但係寫住 USA 喎。我喺美國嘅紐西蘭4958號檸檬就係咁啦。咁今次咧有一種咧特別啲嘅粉咧喺呢個食譜入邊嘅，咁咧嗰個咧就叫吉士粉。咁你平時咧最常見到佢嘅地方咧就係咧奶黃包啊，中式嘅奶黃餡入邊咧就好常會見到咧吉士粉呢樣嘢嘅。咁究竟係乜嘢呢？咁佢個名咧就係咧直譯啊，英文 custard powder， 咁所以咧就叫做吉士粉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，譬如我哋做西式嗰啲甜品咧，真係整嗰個吉士醬咧，其實咧就唔會落呢啲咁嘅吉士粉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咧，其實吉士粉咧，佢嘅成分咧就係咧粟粉、色素、香精三樣嘢溝埋嘅啫。它本身呢其實呢是跟蛋啊、奶啊那些呢是完全沒有關係的，完全是化學的色素和粉來的啫。所以呢如果我們本身真的有很多奶啊，本身有很多蛋黃啊那些呢，基本上呢它的味道已經足夠了，是不需要呢另外呢加這些香料下去的。同埋呢你聽到它最主要的成分呢其實是粟粉行先的，即係佢嘅粟粉可能係佔咗差唔多七八成，咁跟住咧有一成係嗰啲色素，黃色色素，同埋咧有一啲咧就係嗰啲香料味。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咧已經有咧粟粉嗰個效果噶啦。如果你落咧有翻咁上下量咧，你係唔需要咧再咧打呢個粟粉芡咧，佢咧都會咧好似呢個醬咁樣咁結嘅。不過咧有陣時咧為咗還原到嗰陣味咧，有少少香料啊色素咧。都是冇辦法的，譬如好似我哋平時食叉燒，你冇咗嗰陣叉燒嗰個染嗰紅色咧，你又硬係覺得嗰個叉燒咧爭啲嘢，唔係好似叉燒。又好似咧，我哋食嗰啲士多啤梨啊嗰啲嘢咧，你明知咧嗰陣味咧同真嘅士多啤梨咧係完全唔同嘅，同埋咧你明知你食緊嗰樣嘢咧，又係完全入邊冇士多啤梨嘅，但係咧你又會咧想食咧嗰陣假嘅士多啤梨味喎，就係咁樣啦，所以咧。有陣時咧，呢啲係可以落少少。不過咧，有一樣嘢咧，我真係冇落到嘅，就係咧醋啦。因為咧，佢咧有陣時咧嗰啲酸味咧，有一部分咧係嚟自醋嘅。咁可能因為減成本嘅原因啦，因為譬如我哋呢度用咗一個足足一個嘅檸檬汁啦，咁但係我哋檸檬皮可能用半個啫嘛。咁如果我剩翻半個檸檬皮，而我用醋嚟代替咗一半嘅檸檬汁，咁我咪可以？開兩份咯，一個檸檬，咁可能有陣時係為咗慳成本啊，或者咧有陣時有人中意嗰種好濃烈、好攻個喉嚨嗰種酸味嘅，要好酸嘅，咁咧就可能咧會用到白醋啦。咁但係咧今次咧呢個係相對溫和啲嘅，所以咧我係多咗糖啦，同埋咧淨係用咗檸檬汁咧嗰個酸味嘅啫。咁今次咧用咗一個咧炸嘢嘅方法嚟做嘅，咁咧呢個咧係中式咧，成日都會用到嘅嗰啲咩乜骨啊，你咪要炸一層皮先去煮再煮嘅，或者嗰啲咩斑塊啊嗰啲都係嘅。咁咧佢炸嘅方法咧就係先攬蛋，之後再攬粉，就係呢個啦。咁如果咧你想嗰層皮厚啲咧，你就有一個方法咧就係先攬粉，再攬蛋，咁咧佢吸咗嘅蛋咧就會比較多啦。咁跟住咧，再攬粉，咁咧佢就會咧比咧平時咧再厚啲，比起咧就咁攬蛋同埋粉咧再厚多啲啲，就係咁樣啊。跟住咧炸呢個嘢咧，有一個嘢咧要留意嘅，就係咧唔好咁早攪啊，因為咧如果你太早咧攪佢嘅話咧，嗰啲粉咧會有咧機會咧甩曬出嚟嘅，因為咧佢咧表面仲未固定。咁佢嗰啲粉咧就喺個表面嘅啫，掉落去即刻撩嘅咧，咁嗰啲粉咧就會揚到散開曬噶啦。或者咧佢未夠熟嗰陣時咧，你又撩佢咧反佢咧，咁佢可能咧會成浸皮咧咁樣甩曬出嚟嘅。所以咧就記住咧，唔好咁心急搞佢，咁咧要咧等耐啲先。最後一樣啦，就係咧我哋有陣時咧會煮嘢嗰陣時會加啲粉啊，或者加啲生粉水啊，或者落麵粉啊，去令咧嗰啲汁咧變啲結啲噶嘛。咁但系咧，你要記住，要咧慢慢落，唔好一次過落太多。因為咧，如果你有機會咧，
將佢攤凍啲嘅，即係你譬如煮緊嗰陣時係好熱噶啦。咁你知道上一碟佢會慢慢凍噶嘛？或者你直頭係哦，譬如攞出街嘅，或者唔係即刻食嘅，咁你預佢有機會會凍嘅嗰樣嘢，或者嗰度直頭係醬嚟嘅，係甜品嚟嘅，係凍嘅。咁咧你就要知道啦，佢咧凍咗之後咧係會比咧熱嗰陣時咧結好多嘅。所以咧你咧煮嗰刻咧就唔可以咧太熱。你預到你睇下嗱，譬如我而家呢個嘢攤凍咗啊，我而家呢個咧直頭咧係撳落去咧都唔會咧。是凝固了的，直頭是凍到，所以呢你呢要預埋呢個情況。那剩下那些美國的紐西蘭檸檬怎麼辦呢？大家想知道呢就可以去我 channel 看啦，我們會整另一味餸的，但大致上都是一樣的，噴口水。好啦，拜拜。